大家好，我是云爸。今年推出了很多真无线蓝牙耳机，我找很久，推荐你这款达信邦的 Sonobus 2 Pro 蓝牙耳机。真的，我整整用了一整个月之后，觉得这一款不推荐给你会没朋友。第一，它体积非常小，非常轻，你看它连同充电盒就只有这么小，放在牛仔裤里面几乎没有异物感，非常好带出门。而且它不只是小之外，它续航力还爆炸长，它可以连续听音乐高达15个小时，而且加上充电盒的话，可以高达74小时续航力。74小时是什么概念呢？可以让你连续听3天都有电，而且它非常聪明，只要配对过一次，拿出来就直接跟手机连线，单耳跟双耳都可以同时使用。Sonobus 2 Pro 它支援蓝牙 5.0， 超低延迟，追剧啊、看 YouTube 啊、声音嘴型都对得上。采用高通晶片，不但支援一般的 SBC、AAC， 更支援高通专利的 aptX 高解析音讯编码技术。那它也是我最近听过的耳机里面少数具备低音的耳机，它也支援触控，不用拿手机出来就可以直接切换大小声，那接听电话很方便。包装里面就直接给你6副耳塞，不管你是什么耳型都可以佩戴的很舒适。而且啊，我发现它还蛮适合带去运动的，像我最近有在跑步，跑个8公里，它全程都不会掉。那么最后讲到它的保固，无论你是弄掉的耳机本体，或是弄掉充电盒，它们都可以单独购买，保固非常的佛心。这个耳机啊，目前在 PC Home 跟 Momo 都买得到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这一副耳机真心推荐给大家，拜拜。